我刚刚到这边都已经赢半秒，哦，个穿墙，好帅！我们这边走右侧之后硬甩，这啥都甩尾，哦，破纪录了，啊，34.7，破纪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那今天要来跑的是我们的 S1 赛道森林崎岖下坡道。好，那这一张马上就来跑这个 S1 那个五星赛道，欸，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张赛道。这张过去也是电竞比赛有比过地图，是相当的一个困难。那我以前就蛮喜欢跑这张，因为非常考验这个选手的一个技巧。所以这张其实风景非常的漂亮。以前最喜欢跑的是太空蜿蜒，然后再来是森林崎岖。那当然是 S1 的部分啊，那因为这一关很难，所以其实比赛来说偶尔会出现，但它的频率不会像那个其他地图的来这么的高哦。好，那目前的话，我们今天目标是刷进34秒好了，因为我目前已经刷到35了。好，那感觉这一场是跑得还蛮稳定的，这一关感觉比较少人刷哦，所以也白推广一下，我们即使卡丁车还是有这些比较困难的赛道，那大家可以有空来跑看看。好，所以这场感觉，我怎么觉得第一站都34了？我这个影子是35中啊，所以我只要赢他半秒我就34了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有机会的。偏旗过去之后，这个左甩顺利的通过 ，nice nice， 第一场都要34了，后半段只要不失误的话。反向满了碎两颗气，34了，这已经34了。这个后面只要不出错的话，这边一个偏气直走，对准角度，怎么是输了？好了，我们不要这么早放弃，我们这个国父时革命时期才成功。我们刷记录，第一场虽然那个前面是一个不错的开局，不过后面真的是一个拉差，开高走低。这一关真的是蛮容易失误的，那已经算蛮稳的。因为在跑那个刚刚之前，我已经连续那个刷了一阵子。好，相信那个34秒应该离我不远了。34秒，现在应该是可以进全国前10名哦，因为蛮少人刷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刷进34的话，可以进到前几。哎呦，这场领先更多哎，这34中了吧？甩过去，骗气左弯 ，nice nice， 这几个难点通过，我非常大的机会可以破纪录，这个一定34。左接右弯，干你老师反弹！啊，我们再来这个，哎呀，又掉了！啊，这是第几场了 ？Oh my god！ 我已经重来了五六场了吧？哇，快晕了，快晕了！怎么这么难刷啊？我天！应该说，这个计时成绩绝对还可以再进步很多。但你就是很难零失误跑完全场，毕竟是我们的五星赛道嘛 ，S1 的堪称最难的赛道系之一。哦，撞到墙了，让我这边就要多补了。哇，这一局开局开的有点烂，又没补回来，少一颗气，没关系，哥前开吧，再开。然后这边抓地，还是救了回来了。这一段跑得很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跑得很烂的局才可以破纪录嘛。我刚刚到这边都已经赢半秒，哦，个穿墙，好帅！我觉得这场不管有没有破纪录，但至少我秀了一波穿墙，救了一波穿墙啊！哎，我狂撞哎，我这个影子太慢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小失误很多，但至少没有大失误，要破纪录。
那这两应该没法参试的，我猜三五出吧，前面失误太多了。我们这边走右侧之后硬甩，这啥都甩尾，哦，破纪录了！哎、欸，我后面蛮屌的、欸，我这场神救哎、欸，我这场是失误是最多的，但是我后半段好几个神救、神补气，然后最后走最右侧杀甩。哦，又撞了哦！好，我们继续。我觉得我已经闻到三四的味道了，我已经闻到三四的味道了。这个，这应该是我刷了第十场了吧？结果我目前那个机会是失误超多，这是失误超多，跑到35.2。那我觉得至少要半秒进入空间了。今天三四是一定要进的，看能不能跑到34.7。哎呦，算顺哦，虽然没有什么极限，不过至少没失误。这边再补半颗气，然后再大甩一颗，满，开掉，抓地，又甩空中片气 ，nice！ 有，这场我不敢穿墙啊，穿柱子，哟，这三四的节奏哦。右甩过去片气，左甩幺三四二，哎，干你老师没软，我等，输有点多，不，我们不要等放弃，有些左弯没满，干你老师影子来了，左甩片气。哦。再开一颗，再开一颗，冲啊！34.7，破纪录了，各位观众。哇，我椅子后面那么慢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那个全服第一的一个跑法。那但因为这周全部第一啊，我相信应该可以更快，三一、三二都有啦。那我们也看一下他们的过法怎么样，有没有就跟我跑的不一样。哦，他一开始的过法就很潮欸，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一关跑法很多啦，然后这一关好像用那个就是人行车跑会更顺，因为太窄了，太窄了。跑法基本上大同小异啊，就路线上的差别而已。应该会再甩一颗，然后等一下开气过，看他会抓地吧。我看他是抓就会开气，但记得长，我该开一颗哦，还蛮极限的。那一片气补回来，你这边还补啊？补技能补那么多？左右边呢？是不是左手边啊？我好像从以前端游的时候都很喜欢走柱子的左边，比较稳定。虽然比较慢，但是比较稳定。因为我觉得左右边很容易撞那根柱子。落地哦，小飘。哦，蛮快的。好啦，那也是以真今天的森林奇遇差不多终于刷到34啦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跑出好成绩哦。我是春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